洗头怎么也变成是一种享受的感觉，长期累积下来，如果没有洗好的话，其实对你的头皮会很不健康，所以头发清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介绍给你知道，洗净头皮非常的厉害，就是它，凯梦 K 发蜡洗发精。这是一罐有氨基酸的洗发精，而且呢也有获得欧盟的认证，天然萃取物还有低敏的配方，因为它里面没有化学药剂，所以呢它完全不会让你有过敏或是不舒服的感觉。重点是它还有 pH 5.5， 这个是最适合人体的肤质，还有我们的头皮还有我们的发囊。洗完之后呢，它让你的头皮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的感觉，你会觉得说洗头怎么也变成是一种享受的感觉。眼见为凭，洗给你看，透明的凯梦 K 发蜡洗发精，哇，好香！你只要在上面搓揉，慢慢的搓揉，它就有一点点的泡泡，有没有？你在洗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你整个浴室呢都会呈现的就是很清香、很清新的感觉。我整个头发变得超软的，超软超松的感觉，就很像我们用的那个润湿巾的感觉，超强！从头，哇，洗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头皮非常的舒服。然后脸部经过眼睛的地方，你也不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刺激的感觉。OK， 感觉用点点就可以洗得很干净了。有些洗发精洗完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，但这个是很清爽的感觉。洗完之后，轻轻松松，刚才的发蜡全部不见了，很舒服的感觉。OK， 这一罐凯梦 K 发蜡洗发精，真的是我洗头发的必备的一个发品，回到家的时候最放松的时候，如果有一罐很好的洗发精滋润你的头皮，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凯梦 K 发蜡